亲爱的若雨，我在整理这些食谱的时候，你仿佛就在我的身旁。一直以来，你陪伴在我的身边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却也让我察觉不到你的重要。直到我回到了新加坡，每天每夜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这才明白，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你。若雨，如果人生是一道料理，那你就是我料理中的灵魂。如果没有了你，我的人生仿佛失去了滋味，只剩下苦涩。若雨，请来到我的生命中，跟我一起料理属于我们的幸福吧。若雨啊，爸，一宿没睡啊？睡不着。有什么心事，跟爸爸说，爸爸给你拿主意。爸，一个在感情的道路上伤痕累累的人，是不是就失去了拥有爱情的权利啊？只经历过一段感情，就走入婚姻殿堂，并且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，哼，那只是极少的人。大多数的人呢，都是磕磕绊绊的，水里来，火里去的。其实失恋对你来说，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失恋的痛苦，可以磨练你的心智，可以让你变得更成熟、更坚强、更勇敢。甚至于可以让你变得更有智慧，让你懂得如何去经营下一段感情。幸福是没有条件的。当初爸爸生意垮了的时候，真是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呢。幸亏有你们陪在我的身边，那段磨难反倒给了我一段特别幸福的时光。所以孩子，幸福要靠自己创造和把握的。
幸福是没有条件的。爸爸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已经打算好跟平安一起走下去了？我还没有想清楚。哎，有些事情呢，光靠脑子想是不行的，要问问自己的心，问问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过去我跟伟凡的那段感情，我变得很自卑，没有信心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平安幸福地走下去。如果真心的爱一个人，而且那个人又值得你信赖的话，就不能再犹豫不决了。爸爸知道你的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，对不对？爸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谢谢爸。好孩子，我会勇敢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我走了。好。这傻丫头。快点，开始计时了。跑快点，你腿太短，跑那么慢呢。我哪有腿短啊，我腿很长的好吧。跳芭蕾。好，你跳芭蕾我知道。好好，跳芭蕾。老板，平安，准备好了吗？11点的飞机，你不要误了时间哦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赶过去了。好。
我要赶去机场跟老板出差，等考察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。嗯，你放心，你出差这几天我会好好照顾菲菲姨的。嗯，陆瑜，等将来连锁餐厅上了轨道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创造出既美味又有爱心的餐点，到时候你可要当我的得力助手。嗯，不过想让我当你的助手嘛，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其实啊，也很简单的，那就是跑20圈啦，20圈。你呀、啊，这么快就学会以牙还牙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！你跑！哎呀，不要了！乖乖，等我回来啊！我们走吧。出发，走喽！呜，好，热烈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我们的餐厅。为了庆祝我们餐厅发展到第20家，作为餐厅的经营者，我很荣幸地请到了几位重要的嘉宾来为我们剪彩。我们请映像网的代表。由于他们的前期报道，使我们的餐厅呢打出了知名度。抱歉，执行长临时有事，让我替他过来的。哦，好的。下面有请我们高薪聘请回来，为我们的餐厅打出了连锁品牌，树立了知名度，又让顾客信任满意的我们的天才厨师夏平安。年轻人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好，菲菲，快坐下。平安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连锁店剪彩。平时呢为人亲切，我们现在呢请他来讲两句。好，非常感谢我的老板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实现梦想。我常常跟我的朋友提起，料理的灵魂呢在于厨师的用心，只要有爱心、关心、耐心创作出来的料理，就能像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一首动人的音乐，打动每个人的心灵。以后我会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努力迈进，为各位服务，谢谢大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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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今天大家呢很有口福，我们的天才厨师为大家准备了美味佳肴，请各位贵宾享用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来吧，就凭他这个小小的饭馆，还搞什么连锁经营？你说董事长是不是杞人忧天啊？就凭他们还想跟我们竞争啊？凭空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，董事长心里啊肯定不舒服。你信不信我保证他们3个月一定会关门倒闭。或许用不了3个月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啊，凭他们这个小饭馆要弄垮他们易如反掌。恭喜恭喜啊，来来来，恭喜你啊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好好好。平安，哎呦，来来来，菲菲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平安，来，恭喜你，时间真的像魔法一样
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夏平安，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。看见没？以后不管我成为老板或是主厨，我还是会天天穿着它。我夏平安依然还是夏平安。即使你以后功成名就了，你也愿意一直穿着它吗？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永远穿着它，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魔法，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夏平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走吧。副董啊，又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提升业绩，大家动动脑筋吧。这个待会儿还要向副董汇报的。哎呀，汇报什么呀？我就觉得平安的小子挺厉害的，一个人能把那饭馆经营得红红火火的，让咱们这么大的餐厅还得演你对策。不是，哎呦我的天！对，其实我们的性质吧并不相同，你再怎么抢也抢不到一起去，只能说平安研发的这个菜色吧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魅力。那倒是。嗯。副董，副董，总经理，大家坐。好。哎，把话都记下来了。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自从花朵餐厅他们发展成连锁经营之后，抢走了我们很多的客源，连远在美国的董事长他都已经知道了。当然，他非常关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，让董事长放心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请总经理尽快研拟出对策，开始从口味还是经营方式上面来做调整。妈，其实啊，我觉得您是多虑了，他那哪叫连锁餐厅啊，根本就是一家破饭馆，卖什么半生不熟的牛肉，什么烂汉堡，记下来，记下来啊，根本对我们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。请总经理尽快研拟出对策。妈，我只是觉得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厨师，根本就击垮不了我们，除非他下辈子吧。我认为啊，菜色才是一家餐厅的实力，我们不需要跟那些小餐馆比，要比呢就跟自己比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还是要在菜色上多花一些心思，推陈出新，一天比一天进步，这样就自然不怕同行业的人竞争了。是是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可以试试。你说，要不我们把夏平安请回来吧？哎，之前平安不是在咱们餐厅推出过菜色吗？然后现在老顾客来吃，都说味道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让咱们改进。你说这怎么改进呢？我看厨师长这招挺好的，要不把平安找回来吧？我估计那些老客户自然而然的，哎，全回来了。哎，对，说不准呢，他还能把那个什么新的连锁店里的那些新客源都带过来点。哎，对，这都说不准的事儿。就是，我也觉得好，还能削弱对手的竞争力。哎，我倒是挺喜欢他的厨房的。就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是个好办法。请回来吧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听我说。我说你们也是厨师啊啊，不想着怎么迎头赶上，增进自己的厨艺，只想着靠夏平安回来扳回局面，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们就这点能耐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干脆卷铺盖走人算了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人和人之间应该多一些宽容，这样就会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。如果平安回来的话呢，那大家就是很好的合作者；如果平安不回来，那大家也是很好的竞争者嘛。所有人一起努力，不也是挺好的事情吗？若愚说得太好了。是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平安呢，回来还是不回来，哎，我们大家都还是朋友，是吧？就是，咱不能树立敌人，不能把平安当敌人，是吧？是吧，曾经理？就是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？凭什么所有人都维护夏平安，
还有那个厨师长，简直莫名其妙，我看干脆连他一开除算了。亏了你还是餐厅的总经理，这种话也说得出来。你妈，你可不。姚浩谦，我们今天气受的已经够多了，你最好给我适可而止。哼，这可是天大的笑话呀，你们母子这么强势的人居然也会受人家的气。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。如果今天你不是去帮助对方，如果你不派人去报答他们的话，我们餐厅何至于闹得鸡飞狗跳啊。你别给自己找借口，你餐厅在我公司的节目中被报道的次数还算少吗？今天就算平安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家餐厅我照样会去捧场。我看你不只是捧场啊，你还暗中帮他入股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这么做吗？你这样子不是摆明跟我们母子翻脸吗？你这种无中生有的话你们也说得出来？子阳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平安他就是你的兄弟，这是事实。你从小到大养尊处优，造成你目中无人的习性。可是平安跟你不一样，他是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，辛辛苦苦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你要好好跟他学一学才对。所以你想怎么样啊？你想把我赶走去迎接你的儿子夏平安是不是？子阳，有妈在你不用害怕。就算夏平安真的是你爸的儿子，他也绝对不可能从我们这里拿走一分一毫。你就这么宠着他吧啊，你会害了他。子阳，富不过三代，财富的价值不是让你拿来享用拿来炫耀的，是要你去成就那些为你付出的人。你得改变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学得谦卑一点，否则就算是金山银山也会被你败光。哼，你看看，注定要失败。姚浩谦，子阳不用你管，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外面的那个儿子就可以了。平安，好了没啊？妈，菜都好了，别着急，他们应该就快到了。啊，他们来了。哇，欢迎光临。真不错，真不错呀！嗯，不错，不错。我看外面的环境也挺好的。哎呀，这附近交通啊也很便利的，而且离我们家很近的啊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样我才方便找佩云姐聊天啊。嗯，上次平安出差的时候，若雨每天晚上都来陪我，所以我就不怕了。这就是我的目的啊。哎，大家别站着嘛。饭菜都好了，先上桌，边吃边聊。哎，都好了，好了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平安啊，你跟若愚能走到一块儿，这是很深的缘分呢。平安啊。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们若愚，好吗？伯父，我会的。能有若愚这么好的女孩，是我的福气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哎，这哪是拍马屁呀？我的女儿，那可是天底下最漂亮的。若愚最漂亮了，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啊，在爸爸眼里呢，女儿永远是最美的、最优秀的，永远比我这个儿子强。我心里极其的不平衡，下辈子我也要做女人。这小子不乱说话。我不做女人，我不做女人。怎么了？各位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呢，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菲菲呢，已经答应我对她的求婚了。哇，恭喜！太棒了！王叔，恭喜你啊！哎呦，哎，恭喜恭喜啊！菲菲，恭喜你找到真爱，祝福你们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。哎呀，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哎，舅舅，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？我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举办婚礼，好不好？啊？好啊。那个。菲菲姨，可是平安。妈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
来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你们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谢谢！恭喜恭喜！谢谢恭喜你们啊！恭喜！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！你们实在是太忙了，难得到我家来坐一坐，要不然呢，我的厨艺可是非常的棒，我做的红烧肉、清蒸鱼、八宝鸭，味道很好吃啊。等你们下次来啊，我亲自给你们做上一大桌，好好招待你们。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自己家就是开餐厅的，还能少得了吃的呀？哎呀，这话说的是啊，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了，见笑见笑啊。妈，您太谦虚了，其实啊，有些菜您做的比我们餐厅还好吃，有机会啊，我们全家人过来品尝一下。子阳啊，你这个女婿贴心的没话说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事没说呢。有话好好说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的化妆品店已经经营了好几年，我现在呢打算开连锁店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向投资啊？哎，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，因为我的产品啊远近驰名，只是销路啊还没有打开，如果你们愿意投资的话，这样对子阳他们的事业也很有帮助啊。我们子阳的事业和化妆品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？亲家母，这件事情我会仔细评估的。哎，太好了，亲家公，我就知道嘛，有钱人对赚钱的嗅觉最敏锐了，谢谢您了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么多人都在啊。姚爸爸、姚妈妈好，姐夫好。雨乔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这么多人都在，我有一个大八卦要告诉大家，大家一起听啊，那就是菲菲阿姨要跟舅舅结婚了。啊！干嘛掐我？我是孕妇哎，我最大，你是过来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神志不清了。哎，雨乔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雨辰是过来人？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？你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子阳，雨乔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化妆品的小文呐，在怀孕的时候啊，雨辰正好在那里实习。妈，她亲眼看到小文怀孕的艰难历程，当时啊就把雨辰吓坏了，所以啊，她当场就发誓说，结婚以后啊绝不生孩子。不生？这怎么可以啊？啊，那是以前的观念，她现在已经改了。是啊，结婚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嘛，我又爱我的老公，还有疼爱我的公婆，我愿意改变的。时间不早了，爸妈你们也忙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好好好，亲家慢走啊。啊，妈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啊，子阳慢走啊。慢走。死丫头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，你都快害死你姐了。我哪里知道嘛，你们天天遮遮掩掩的，不说实话，小心将来你们连真实的事情是什么都忘记了。我们家大志说过，做人一定要诚实。哎，妈，要不就像大志说的一样，我们去跟姚家坦白一切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坦坦荡荡，自由自在。你们家大志懂个屁呀，你干脆气死我算了。哼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宝宝要诚实哦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有忘记夏菲菲，刚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你这不是当众给我难堪吗？我真是丢死人了。我哪里失魂落魄，我只是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他会答应汪勇的求婚，只是应付他，没想到。你在说什么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根本就知道他们母子已经回来了，你还瞒着我跟他们见面，是不是？我也是那天去吃面的时候偶然遇到的。好巧啊，你难得吃一次面就碰到你的老情人，你们两个可真是有缘呢。你们，你不用话里带刺，我在告诉你实话。
你已经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跟我说实话，你不嫌太晚了吗？是你亲口跟我保证过，你永远不跟夏菲菲再见面的，你做到了吗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把他们母子都安顿好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之后，我会离开他们的。够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绝对会被你逼疯的。我告诉你，哪一天你真的把我逼急了，你别怪我对你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。若愚，哇，好美呀，真的好美啊，怪不得我舅舅说你是女神呢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旧婚纱虽然这么多年了，但穿起来依然很漂亮哎，更好符合现在那个什么复古风。明天的酒宴上，你一定是全场的焦点。哎呦，我舅舅能娶到你呀，这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。哦，这个，哇，好亮啊，好好看。哎，不能看，不能看啊！哎，当当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威廉，谢谢你。真的好美哦。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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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菲菲姨，你怎么了？我，你是又想到以前了吗？这套婚纱是威廉送给我的，我就知道。那这样，我们现在上街买一套全新的婚纱，把过去彻底的忘掉。啊，我，菲菲姨，你穿婚纱一定会很漂亮的。到了，就这家，怎么样？衣服很漂亮吧？哎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哎呀，快走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，走吧。我不能结婚，我不想嫁了。为什么，菲菲姨？我有话想跟汪勇说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汪勇，汪勇，菲菲，菲菲，在这儿等我呢。汪勇，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菲菲，那个礼服你看了吗？今天试了吗？好不好？啊？对不起。你怎么了？我后悔了。你后悔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你结婚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很痛苦，很难过。这个戒指还给你。是因为姚浩谦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你不要生气，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。我早就知道，有这个人存在，
不过菲菲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我愿意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爱上你，你可能要等很久很久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愿意等你，无论多久。汪勇，谢谢你。雨桥，姐，你真的很慢啊。什么事啊？非得我过来一趟？不知道我很忙啊。那面呢？我妈说面好吃，选了两碗，自己都不好意思来店里，让我过来买。就为了两碗面，你让我跑这么远？那妈要吃，你带不带啊？好，我带，我带。快回去吧。嗯，走了。嗯。雨桥。嗯。哎，菲菲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平安呢？她还在忙。我想带两碗牛肉面回去做晚餐。行，我去给你打包。小菲菲。嗯。过来。你烦不烦呢？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你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你都已经和别人结婚了，为什么还要管我们和谁做朋友？我偏要管。好端端的生活被你搞得乌烟瘴气，我要让你知难而退。哎呀，香菇头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会吓到菲菲阿姨的。你走开，你也是个害人精，一张嘴老是绷不住，净给我出纰漏。喂，你怎么跟大火山一样随便就爆发呢？菲菲阿姨，我们不理他，走，不准走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不准走。妈，你放开，放开我，放开，放开，走，放开，放开我，放开，走开。雨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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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啊！雨桥，你别着急，流血了，雨桥，雨桥，雨桥，你别着急，雨桥，雨桥。怎么了？雨桥流血了！雨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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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雨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雨桥，雨桥。